家人们，租的女友怀孕了，我该怎么办？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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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催了。干啥去？我妈叫我呢，赶紧开门去！我就穿个大裤衩子，快点，快点！干什么？快点！你还不着急呢？来小唐，昨晚睡得好吗？睡挺好。哎，你闻闻，这粥老香了，阿姨给你熬的老香了。咋的了，小唐？唐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没事，老铁，快到哪儿？多久了？什么玩意儿有了？这个真下戏呢？小唐，你跟姨说你怀孕几个月了？不是妈啊，是什么玩意儿？好，我不说了，跟小唐说都不好意思了都。小姨，你说点姐啊，爽个日啊，和小唐父母见一面。你是男人，你负责，你懂不懂？喂，大姐啊，我跟你说一声，那个俺家好意的对象怀孕了啊，可不是咋的，要当奶奶了啊，那必须得买呀，我马上就去。哎，好，那我马上去买去。好了，撂了啊。哎，好。老姐，咱俩得上商场去给小唐买点东西去，那个得买那种那个宽松一点的，纯棉的，对孩子也好啊。不用了吧，姨。怎么不用呢？你这第一次结婚，你是第一次吧？啊，肯定是第一次。那你俩搁家待着吧，我和你姨去买。不是你自己给自己加什么戏呢？我没明白。我加啥戏了？你自己看你这照多恶心啊！大姐，我搁地上睡一宿，我感冒了。那现在咋办？这不，我哪知道啊？哎呀！家人们，这把玩脱了。